您看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？你不过来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这边是我们刚到的新品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。这个。好。这个。好的。这个。OK， 好的。还有这个。这些都需要给您先包起来吗？ 这四个不要，其他的我全要了，包装包好一点，送人用的。嗯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杰瑞，除了这三个之外，所有的包包起来。哎呀，这个男人有时候确实需要去惩罚，但也不能下死手。哎，对不起，我话多了。 没有密码，给我送到车上吧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说一句话，谢谢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冒昧的问一下，我可以加您一个微信吗？老郑。针对我们品牌的 VIP 客户呢？ 如果有新的款式到店的话，我会发照片到您微信上，让您看，要喜欢的话可以来店里面看货。谢谢。你说，他是半个上海滩男人都想娶回家的地产铁娘子刘胜男，真的假的？我刚试说看他咋那么眼熟呢，后来我百度了一下，就是他。 看来我像小飞大运要到了。哎，来来来，这样这样这样。忙什么呢，郭老师？啊，我正在备课呢，要选一下公开课的课题。担心这个干嘛？你的课呀，学生都非常的有兴趣。其实历史研究本来就是枯燥乏味的。 我想选择一个趣味十足的课题，但是又不缺乏历史研究意义。那你觉得古代的男女关系这个话题怎么样？古代的男女关系？ 可以啊。对呀，你挪过去就行了。哎，那个，咱们组这周的工作计划我已经发到群里了，按计划执行啊。我走了啊。哎，别呀，老大，怎么了？我听薛凯说了，他们 B 组。 李德带着他们所有人从今天开始9点钟之后才能下班，啊，我们这儿你甩手就走了，咱们组照旧。下班。啊，下班。下班。玉碧姐，你找我。Jason， 这几天你怎么总是魂不守舍的？看出来了，就可不嘛，说好了3年的。 3年又3年，你别跟我玩无间道啊！你明明就来了1年。我知道你一心就想当那个主菜厨师。今天我确实有个机会给你。真的？那我可以做牛排了？哦，并不能。去。你姐呀，入行快10年了，看人是看得特别准。
总有一天你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主菜厨师，但是我觉得你的天赋另有用武之地。什么呀？在我的规划下 ，Feel 餐厅应该是一个巨大规模的新型西餐厅，有我们专属的甜品部。你来当我们的主管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嗨 ，Yuki 姐，虽然这是个好消息，但是怎么说呢？我志不在此啊。您知道我的，我没什么大梦想，什么买房、买车、开店、发大财、当老板，我都没想过。我就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像我师傅那种做牛排的大厨。那是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要的就是真刀真枪的实干。你让我整天跟那些软绵绵、甜腻的奶油啊、气死打交道，不适合我。你怎么就这么点出息呢？你看你昨天做那个闪电般的生日蛋糕做得多好，多有天赋。那我当卧底当那么久了，你再让我去当民警，我要回我就回专案组啊。行行，你再考虑考虑，一会儿告诉我，去忙吧。Yes, madam. 郭老师，我又给你找了点书，你先看着。啊，太感谢了。你要不要喝咖啡啊？我去买两杯。谢谢。啊。裴老师，看谁呢？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我在这儿打工。哦，你是中文系的。所以这还蛮适合你的啊，不过太大材小用了。哪有啊，我白天呢在这儿打工，晚上呢就在健身房当教练，可自由了。别老说我了。谈恋爱了？说谁呢？就后面那个，就后面那个。我们学校的郭成老师你不认识啊？啊，他是郭老师啊？对呀。那我刚刚还真没认出来。啊，你跟郭老师谈恋爱？我们俩这个还没呢，不是，就是我跟他是同事关系，就是稍微好那么一点点。是吗？同事关系啊？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我就觉得崔老师眼里的那份爱意都快流到黄浦江了，这个恶心啊！我去买两杯咖啡，如果你要想喝的话呢，我可以帮你带一杯。喝不下说，不准瞎说。小哥哥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我最近也想看书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该看些什么，要不你给我推荐推荐呗？你想看什么类型的呀？看那种有意思点的，别一看就想睡觉。嗯，这两本吧，《国史十六讲》，《万历十五年》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这一看就想睡觉。现在的大部分作品啊，都是架空和虚构的。据你看完了之后啊，你会感觉更加的无聊和空虚。而这两本书里边，富含了大量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轨迹。真是个书呆子。舒暮春啊，那本不适合你，那本太冷门了。嗯，知道了，谢谢小哥哥。这人怎么有点面熟啊？崔老师，咖啡，谢谢。我跟你说，郭老师是个好男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刚跟他聊了一会儿，通过我的观察发现，他挺可靠的。有没有瞎聊啊？怎么会？嘴巴可紧，该说的不能说，知道吗？加油啊！